家好，我是 Nicky。 今天是11月的最后一天，也就是12月要来啦，我最喜欢的圣诞节。所以呢，对我来说整个12月都是圣诞节。今天把两首非常常听到的圣诞节歌曲串在一起，看你们能不能够想出这是哪两首曲子呀。跟我一样喜欢圣诞节的孩子们，我们就继续听下去。祝大家圣诞快乐 ，Merry Christmas！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不要忘记帮我按赞，还有订阅我的频道，之后还会有更多我的作品哦。那如果你希望听到其他任何音乐的改编的话，也欢迎在下面帮我留言，写上你想要我改编的曲子，我可能就会从里面挑出来改编哦。祝大家有美好的一个月！圣诞快乐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